我决定要重新向醒而落的药厂提告。我要攞翻七年前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我仲未为我当事人攞到嘅公道。第二个决定是我决定放弃争取我个仔高进人的抚养权。我同意将佢交由佢最爱亦都系最爱佢嘅爸爸高明祥先生负责照顾。我知道咁样系对佢最好嘅决定。我同你系由辩论由法律开始。我今日想以谅解同埋感謝同你完結，我好多謝你喺過去咁多年對我嘅忍讓同埋照顧，好多謝你，你曾經咁愛我。星龙蛋几时了解啊？我相信经历了咁多嘢之后，无论咩对手都好，你都可以打赢佢哋。同埋以后只要你有时间，你想见到 Lucas， 你随时可以打俾我，你随时都可以翻嚟见佢。我当事人虽然主动放弃争取抚养权，但仍然愿意共同承担抚养高进日的所有责任和经济上的支持。这份是我方开出的条款，稍后会同高先生你做一解释一下。如果高先生你同意我们的建议，就可以提出书面申请正式签字离婚。相恋中走到陌生，啊，两张都靓喎，摆晒两张咪得啦，系嘛？几好？我都咁样摆，好睇啲喎。有分系嘛？嗱，你话事，诶，攞埋啲嘢食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